突然从船舱内冒出浓烟，并很快窜出火舌。船上游客惊魂未定，船员连忙向附近船只求救。所幸失火赏金船上46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邻近船只，仅有一名妇女在上岸时因为太紧张导致腿部拉伤。 吓到了，不知道怎么要说了。我是两个人给我抬起来的，啊，我都没有力气了。